我第一次看这么大的大船，好酷哦！好湿哦，好爽哦！金总没事，蓝光光，你快来一下，这里风景真的太美。哇！特别今天为了横滨的开港季，再次造访横滨。哇！今天天气超好的。对啊。今天是横滨的开港季，然后今天晚上会有烟火，所以我们就来啦。而且官方说了18个地方会放烟火，但是不告诉你在哪18个。Secret spot。所以我们觉得随便蒙应该也会蒙到。今天横滨天气好好啊。我们现在要去敞看今天晚上看烟火的地方。这边是横滨的国际船的栈桥，酷！哇，可以在这里挥手了，拜拜！好，先去看一看。我第一次看这么大的大船，好酷哦！すごい！看人家那阳台。哇，今天天气好好，而且吹起来的风好舒服啊！哇，那边现在后面只有你，你跟蓝天，而且你今天穿的衣服超搭的。现在要趁等烟火的空档进去这一个国际的 terminal 参观一下。小编要去找吃的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要去找吃的。好，嗯，它这个设计的好漂亮哦。对啊，我们现在进到了 terminal 里面，它就是做的很像机场。这里是候船室，应该是吧？这个是登船的地方，然后这里是休息的。哇哦，里面的等待室也做得非常漂亮。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很多店都没有开，因为没有什么国际旅客。但是还是有很多日本的观光客会来这里绕一绕。我们现在要去找兔边。哇，可以看到海景，也太棒了！这里 ，so nice。我们点的松饼来了，盘子是这样的。哦，酷哎！重点不是松饼，是后面的景。松饼加海。对，真的太奢侈了。哇，这个是新鲜的香蕉佐意式咖啡焦糖酱，赞赞赞赞。然后我们现在是要配着横滨港的这个海景来吃我们的下午茶。今天是平日下午，啊，还这么多人，满满满的，不用上班的人才空，像我们一样。好，那我们开吃啦。好爽哦，金总没事。
来观光，你就来一下这里风景也太美了。然后，对，就感觉这个终点就是一个红灯，暂时。然后又有咖啡的风味，对，因为它是那个玉石咖啡店，然后好吃的，对啊。超好，东西很好吃，推荐你们来玩。好，我们决定我们要在这里吧，这里。对，大家一看，因为这里看得到摩天轮，然后横滨湾，感觉烟火会在这里放自己的赛车，还有这么大艘的阿斯卡飞鸟号。刚刚去买了薯条、炸鸡块、汉堡，还有饮料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就等烟火上场了。哇，出来就来了！哇，来了来了！放一下下而已。哇！哇！
好漂亮啊！为什么阿斯卡姆也不在？刚好有穿戴。黄金的话，他就不在。